故意不让你自由坐副驾，看他是什么反应。你今天要不坐后面吧？啊？那个，我等一下我接个人。接呗。哎呀，就是接个人呀，所以我才让你坐后面啊。男的女的呀？女的。行。还挺大方。不是你，你这座椅这么厚，怎么坐呀？急死了。哎呀，他腿比较长，这样坐的不是舒服点吗？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腿很长是吧？嗯？你看嘛呀？他长还是我长呀？不是，你有毛病吧你？你干嘛呀？你这样搞，等一下我妈来了怎么做呀？你说刚才接的人就是阿姨啊？嗯，对啊，我接我妈，搞毛线啊你这？你干啥呢？你不早说。哎你，你这样做的不挤啊？啊？不挤啊？阿姨不是腿长吗？说的也对。你这腿跟那鲁班的也没区别啊！说谁鲁班的？你才是鲁班呢！哎，妈。